裸霜的打法比较有可能，因为他水晶就去探路了，这样比较可能裸霜干。他干嘛 ？BF 哦，太早拉了哦，太早拉了啦！这个是宗师，啊，还是要光炮，可是那个攻击太早拉了，这样少踩大概5块5到10块吧。OK， 是又在做法，然后又花心心了，等他放招了。好，这虫在右上角，虫在右上角，不用考虑，在右上角。哦，六弟，赶快攻起来，先光炮了。哎，差不多，好像差不多。哎、欸，我他放这边，我觉得光炮可以放在那个呢。我真的错，我觉得光炮可以放上面。我觉得黑石赢了，黑石赢定了，黑石赢了。这个超赚的哦，门口等一下再用一个那个大冰盖起来，不行不行，要水晶塔。赢定的啦，这超赚的。哎呦。再一个上面那个如果水晶掉的话，那个光炮是停电的哦，所以刚刚那只光那个虫族应该硬把那水晶塔咬掉了。虫族在咬那岩石，其实刚刚如果说虫族把那个下面那个水晶塔咬掉的话，黑石是停电的，但是那个虫族没有发现。好，这边黑石干扰要不要二控？这样子整体来说黑石比较赚，因为对方是六 D。花三啦。OK， 不行啊，虫族可以开在左边的二矿啊，你当人家虫族棒槌哦、喔，卡住了，哎、欸、哦，有点实力，这公民有点实力，那个光炮应该是盖不起来，应该是盖不起来，啊不要，我觉得黑石这边亏死了，亏爆了。黑石一个优势直接送掉，我操你冲杀！好，上面的那个水晶塔是可以咬的，狗可以咬上面的水晶塔。所以我才说刚刚那个光炮放下面有点不好，就是因为会像这样子。但如果说黑石一开的光炮是放上面，就不会有那个水晶塔停电的问题。好，来那个最上面的水晶塔是咬的，可以被白咬。超危险的黑石。超危险哦！那个冰影，那个 BY 应该爆 ，BY 应该是会爆。好，快取消！不要取消啊！出飞链，出飞链！母舰核心，母舰核心。好，上面要血拿掉，我觉得很超危险。要进来了！好，公屏拉了啦，这不要 A 哦，跟他 A 会超亏的，不能 A。一定要用那个，不要 A， 好一阵，好来，一直都没死哎、欸，这虫子真，亏爆了这虫子，刚刚应该是要很赚的，就他的狗冲到那个矿区里面跟那狗硬咬，跟公鸡硬咬。黑石应该是会接不朽，接不朽一波。我打极限，但不朽。我看一下，一二三，黑石好像是要用载的是吧？极限但不朽，应该是要载出去，然后，这看这单矿单矿，黑石这个门口不知道怎么封起来，有个洞。可是黑石上有一个隐忧，他没有立场。八分出门，极限大不朽。他没有立场的话，
欸，这是人镜吧？后面那个 VR 应该是出的是人镜。还打一攻，打一攻。极限单不行，好、哦，八分四十秒，大哥。我觉得不好打，因为他没有哨兵，他没有哨兵的话，有机会啦。因为这个虫族还蛮亏的，不过他现在已经在爆狗，虫族他已经在全力爆狗跟妈妈，我觉得不好打，不要急不要，我觉得不好打，抓追猎吧，我、哨兵狂战士，这样会有点抱歉。一攻的，等一攻。因为 Hess 他只有四个兵影的，所以说会抱歉，所以我刚以为他会去追猎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对方只要没有蟑螂，就算有蟑螂的话，不朽也可以去点。来，两只哨兵先刷个，两只哨兵，然后空战士，然后直接攻加。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。怎么正面正面正面？要补水晶了，要卡很多补水晶。先刷一排狂战士立功了，先刷一排哦。好啊，再走。再走，再走。这边有机会，有机会。这个虫族可能有三矿，可能有三矿。哎、欸，封口，封口。好、oh. ，nice。要再封一次，要再封一次那个口，先把三矿吃了再说。哎、欸，母舰核心，这中是30。啊，应该还是赢的啦。沉睡吧。应该还是赢的啦。神族。我觉得先把门口回，把他主矿封了，把他那个三矿吃了比较稳，还在那边玩。哨兵在前，可以刷追猎了，这个。One best all in。好，应该赢了，继续。你主要是对方前面6D有亏到，然后他狗虽然咬进来，但是他狗是一只弓兵没杀到，加6分。他练武器啊，哎，我去没？万倍死欧音，我靠，我经济比较好哎、欸。无杀者，好，下一场，哎、欸，我没看 ID。哦，又来了，拉了，哎，屠杀者，人往脸上干，这谁啊？屠杀者，这应该是大陆人吧？啊，不要回来！哦，还是刚刚不小心拉到那个 ，You always call me 纳豆，他是纳豆，他还说啥回？他、啊、还是英文太烂了吧？对。他是纳豆啦，哦，黑子英文，黑子英文真的太烂了，我受不了。但是纳豆英文，好，来了，直接盖脸了，水晶塔盖脸了，倒霉。好，那个纳豆这边选择是拉了三只工兵去喊，我想想，这是谁啊？我来抓他是谁？跟纳豆啊！你跟他说你是中国人吗？啊啊！你跟他说你是中国人吗？我开始是动他这种事，不知道我是谁。要再放手机啊，手机要掉了。他不是中国人，他韩国人。韩国人。兵营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兵营方面很烂哎、欸。
这放冰营放这边会卡自己，等等和那个和那个冰营的那个、哦、那个面积，我觉得冰营不要盖这边就好了。哦，好，水晶塔掉一个，到底谁会赢呢？啊，哎呦，你是不是当我傻逼？哎呦，是不是要挂？哎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！四只工兵，哎，我觉得盖不起来。哦，哇，黑石这工兵穿的不错。差点就被你骗啦！好了，加速光射。黑石刚刚取消了一只工兵，因为他发现他的兵营盖起来，他把他工兵取消一只，这样才有钱。好，这一次这个光射要出来了，我觉得大家都要挂了，大家都在发呆了。他要洗洗睡啊！大家都要挂了。那都解法错，他应该是和那个怎么感觉和兵营比较好。好，来来来，光射要出来了。哇 ，nice nice， 哇，但是他就被包到了。被包的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再一只，赢了，这赢了。我觉得刚纳豆的做法不太好，他应该是要看那只看冰影，不是看水晶塔。哎，这陆战队没空啊，不转发啊。好，开始要转营运了。前面应该是打不死啊，打不死纳豆，但是。哦，漂亮的围杀，再拉一次，再拉，拉拉拉拉拉 ，nice， 又来又来转，再转，哎、欸，他的碉堡卖掉，还把碉堡取消，我靠，这个纳豆，这感觉很废，没有啊，他取消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啊，因为他只有一支枪兵而已，他枪兵有操作空间，你追猎出来还是吸水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一点没让我快出来。我这招就只能出防战士了。看他是不是点那个点那个没血的，还是你们看他的操作，其实有在点那些没血的工兵的，然后把那些没血的拉到后面，这样他真的会危险。哎，有点危险。哎，别别，太贪心了。我觉得刚那两只狂战士就走了。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类玩家是可以无伤甩掉这两只狂战士。刚那两只狂战士如果黑死，他是回家就很棒。他，我觉得他往回走是不太好，好赚，太那个太拼了。好，又两只，又两只嘛，就至少两只，这就回家了。好看况，就赚翻啊！黑石山已经是满营运了，黑石山是17只龙，18只龙，然后人类才10只吧，人类才10只工兵，可以升那个母舰核心，要过船门。黑石两个都没有做，母舰核心、船门都还没升。那都输了，敢都让你看见了，你也不会截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厉害！像黑子这种打法，正解就是，你看到他在盖那个兵营嘛，大概拉个大概六只龙吧，去焊那个兵营，然后兵营好了之后，他会剩下一点点血，然后再继续焊那只兵营会爆掉，会来，你如果看到他盖起来，你就再多拉几只去，反正你看那个血量嘛，再把它打爆掉，那兵营是招不出狂战士的。那如果说你是打水晶塔，就像纳豆那场，就是类似这种情况。哦，死！想跑。哦，那哎，有一只啊！我觉得纳豆今天的操作，在这个就是不够细腻啊。好，我们多时间。黑石沙用这个三水晶毒口啊，是打你遇到人家人类二 BB all in 的打法。如果说你提早发现的话，然后你的兵又不太够，你是可以这样子，可以拖拉时间啊，大光炮。好，我加一个。我这一定了，一定了。纳豆这已经没有被打了。直接，继续。哇，加18分哎、欸！纳豆分数还蛮高的。他说他是谁啊？他说他是纳豆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是纳豆。